是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？14岁就过来了。14岁就过来了，所以你谈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不是在加拿大谈的？对，应该算是吧。算是是吧？ 对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比较难忘初恋人呢？其实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哇，你是家里有老婆在听是吗？对啊，那其实呢，接下来的这个要为我们演唱的男高音呢，他呢就是跟你想法不一样的，因为他要演唱的两首歌呢，第一首叫做《难忘初恋人》，第二首呢就叫做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好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next please welcome Peter Chen to perform traditional two very classic Chinese songs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初善 ，Peter。多谢 ，Harry，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画家和歌手陈淑善，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第一首和大家唱的金曲就是《难忘初恋的情人》，多谢。